我刚好那时候在转播，然后太投入那时候的情境，可不小心喊了一句话，然后这个梗就一直留到现在。我们就好朋友嘛，对，我是后援会会长。录影的时候有亲的江宏杰，对、啊，那你到底是喜欢江宏杰还是喜欢立栋？都还好。前阵子的时候啊，我们大家蛮关心跟那个马杰森，就是你还大喊冲马杰森这件事情，你当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心态？没有，就是有趣。其实他有一个前传的故事，就是他们在我们的主场比赛的时候不小心接杀我们的球，我刚好那时候在转播，然后太投入那时候的情境了，不小心喊了一句话，然后这个梗就一直留到现在。所以刚好明星赛的时候就是有派上用场，大家开心就好。那现在有联络吗？没有联络，就是网络上我的那个社群都是我在喊他应援的就是影片，对，因为很多网友在怀疑，但我们是真粉丝。大家就是我们就是好朋友嘛，对对对，好朋友好朋友。我是后援会会长，嗯。录影的时候有亲的江宏，江宏杰还记得吗？全员请上身。节目。对。那你到底是喜欢江宏杰还是喜欢立栋？什么？你喜欢张立栋还是江宏杰？我喜欢张博。都还好。都还好。